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，对你我来讲已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希望毕业以后你的追忆有个我。感谢各位嘉宾莅临，典礼即将进入尾声，最后让我们来个大合照，为我们的典礼留下美好的回忆。首先请各位老师先移步到两旁，让我们来协助安排座位。好，第二排同学请就位。第一排同学请帮忙把椅子撤到旁边。谢谢感谢。